哎呀，你走，亲家，我看亲家来了。这亲家带着个小二饼，我操，像先生啊！我白亮，不能乱说。这叫啥？原来奥迪拉莫讲话，这叫无影。这先生啊，亲家，就是这块了。爷，这家伙啊，真快呀！这今天托亲家的福，今天卖的非常快。这咱来晚了，我操的！我也有牛逼时候，也不是说净赶蹭。来，我照顾照顾你，来，亲家来。这块便宜也老牛。便宜，他这个，哎，八块，多少钱了？谢谢。毛猪八块，卖肉八元，好皮，就这么玩。嘿，你这叫啥？你知道吗？这叫养孩子卖了买猴玩。啥不是鸡巴？20年前话还觉着还鸡巴挺是滋润，想要臭吗？哎，你别管臭不臭，来要吧。正好是20年前的话，黑龙江的话，这是。我得二人转去，跟他闪一会儿。哎呀，对呗，你看你老招他干啥，他也跑不了。我完了。听见正经玩意儿。你呀、啊，暂时你卖不高，我点卖8块钱肉，你卖高价了。我不卖了你，你卖个饼他也不要。哎，我就给你打个赌，现在，你看有人要吗？没人要。你那猪，你6块钱卖不出去，我用鸡巴给我打闪。我送人。啊，那个这个时候我，这个时候我就没事了。你把庆和给我整来，我就给我庆，我就送我庆回。嘿嘿，不要。这么大的不要，这么大的，别管这么长的我都不要。来来来，谁要？剩这一块了，来。这个猪血子拿去吧。嗯，给别人这个玩意儿。来来来来，8块，给钱了吗？我没有钱，你这孩子在哪？我要啥钱？好吧，快给一点吧。拿鸡巴倒吧，有你面子，多么合适啊！那有啥不合适的？孩子给谁是他的事，我是给他的。你给他再白鸡巴给人，不给你，不带你来买肉。哎呀，买肉不买肉的，操！咱们还有那个节目？来，看着大啊！这离下那儿去了，大家暴雨吗？是啊，这个要是要知道不下雨，坐地儿干他两个大的。今天有人要肉，怎么怕下雨？来，嫂子，我这两个大的，来吧，四个东西给你，给你见点儿。来，这个要这吧，3块钱。我操！我不要那点肉，不中。看你多面，就这个鸡巴爷们儿，早晚他得打家这货。你看，你找打家了，你不要了吗？来来来，他送给你也不要。家长，你给砸黄了，操！你干不了大事业。那不是他不要了，送这样了，送这样了，他娘就是过店的。这点拿了吧，贵贱卖的回家了，我老得数他干啥？他这个本身是那个挺拉的嘛。带点破玩了，我操！往前的事儿，干妹妹得了。你给9块钱给我就没有，反正多了没有，这俩猪，快过生日了。你就过仨生日也不值9块，因为我这肉才卖8块。你再牛逼玩，你卖过行市去，肉猪是好，看亲家都能好，亲婆更好。那谁9块钱买你猪也不是看人。瞅着你再烤都是别人的。上来了，来看肉吧。来吧，便宜。来吧，有豆角子，快拿开！你看见吗？一两下子。八块钱左右吗？抢！管事儿呢，你都抢了。来，老板，你送你送你送着。哎，亲家，就这猪现在这价买猪，卖10块钱有劲吗？没劲。哎，有劲没劲你知道？那还网子管那事儿啊？亲家，你就把你那个大的杀了试试，你卖10块钱进去试试，看挣多少钱。我也杀不动了，哎、我要我刚他妈那个肉他妈的走麦城时候那可个个个杀，鼻涕我老丈母娘揪我。8块钱，这不一肉了不是？啊，买猪8块，我还净瘦肉卖8块，我就这一块我们现在都8块5了，八块多了。你那豆角就缺我这个肉，那啥豆角我得上。那土豆子，说啥？闪用啊！对，那闪用了。你快拿去，你这打灯笼买不着，我收摊了。你就听我的吧。哎，这老太太明白。来，50，现在48，缺2块钱。哥，快写膊，告诉你啊。写膊不用了，这不用。白给不用。哎呦，你个妈呀！我这还得说你配啥呀？我都吃的。50，那就给40，那就给47得了。我这块45。
我呢9块钱，你这8块钱再摸我2回，那不摸不卖。几点多少？摸真不卖。6点了。47，我要。这点儿没有了，你要那些那块的那个肥肉，让他给蹬下去的。你这个又上这来单纯买肥肉了。我那个竹子的话，今天我随意炒了。哎，你看，这都随意的，把你们炒的整的。你看这事儿，太大了。事儿就是这炖豆角子，吃多香啊！你那还有多的？那真就是炖土豆吃的。哎，真好，多少钱抓猪啊？听你这猪都要卖9块了，300块钱的肉了，你还想干啥呀？那是当骨头和那瘦肉呢。别整了。你买愿买买不买？整。这娘俩的，想干啥？你俩说。40几？45？47。差2块钱买猪的。马上就要拆猪。45就差这么了呗。给你吧，话真那么说。他俩是咋的呀？长着吧，他就溜。就是长着，所以说再长。回家冷土的，我说你回去看看咱这个玩意儿。那冷土要不多富的，你那都是长出来一边啊。我告诉你，别看你们老吃肉，咱不说你啊，你看咱这玩意儿，看了吗？我告诉你，酱牛肚你都压不出屎来。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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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了吗？够了，别了，够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完事儿，好了。咱们这玩意儿，我给他弄点贱点，正经玩意儿。这是我的面，我给他的，我看小康说350。我刚才说这把没有那个瘦肉了。这啥事？我告诉你啊，别把我这搁别人掺和着吃了，你把我这脸给埋没了。你单吃吃，我就全要钱呢。你单吃吃，你吃不吃不说，你看咱这玩意儿，3块，叫不出牛肉来吧？哎，就3块钱卖。走，叫出牛肉来呀！来，谁要3块钱？我就。哎，我回家拿。那得，那不一定，那玩意儿没准他自己吃的。这个得冬天吃，最少咱得过了8月以后。炖豆角，我吃了。那就是特瘦了。现在去吧，哎呀，就给你吃这2块。哎，我这阵子怎么真整成肥肉？真是，我也是。顿顿呀，顿顿没有不行。嗯。我不喜欢卖，我卖的多磕碜这肉，3块钱还给你说好的呢。你说磕碜不磕碜，亲家？那肉皮好，挣钱算。把肉皮给你炖上吧。那玩意儿就说白了。你给我钱，我给天天磕头都中，你给吧，现在就磕，1块钱个的，我就给你，就跪在这儿，操，来10块钱，来吧，来拿钱来，什么玩意儿？啊，你要是在这嘎达整成那样磕的，就这样，你都不能干，那玩意儿，就怕给的少是吧？那叫男子汉，亲家你不能干，那丢不起那个人。你跟刘老师比了吗？刘老师人天天有钱，人家呆账也有钱。你有吗？有吹牛逼一天你不动弹，我也有，我注入了干了席，怎么的呢？这就念书不念书的区别，是吧？嗯。过去说念书黄金屋颜如玉，那你不承认能行吗？老庄园你不让你种地，再什么没工资，饿死你！你看你是不是？嘿。你没有文化，你没点熊话吗？还那熊话都不当那饭吃，熊话照常当饭，熊饭又当钱当话吃。你看我一点文化没有，全熊话，不也混40来年了？混鸡巴40年，你也不就混杀猪匠吗？你还我还想混啥？你也没混个屠宰老板呀，是吧？哎呀，那说明你一点没进步，反而鸡巴混出来。我就这个水拉硬了，我就这水平了。你上这儿来，你给我装啥你啊？到你们斗阵了？你以为到斗阵我就怕你啊？上去和我干了一起，这局你又来气着我。啊，这局来晚了，肉干没了，这是。那老于没你上去，整别扭撂下一个。拉倒吧。没啥玩意儿，都吃了他给。别扭肉他现在不得行，没肉了。我不给他了。不给他了。是我不给他了，给他拉鸡巴的上我这儿来。你看这些一顿吃不了啊，这就是昨天做大包整的挺合理，大吗？那床好干，现蒸了啊！啊，这咋这？现场炖豆角子，炖豆角子烤肉了，一会儿就烤上。
这十五鱼行吗？这些啊，一顿可真吃不了，吃不了。这他妈的干半锅、大半锅都焦了。嗯，必须造啊！那边转一下，在西边。这真好啊，这猪，这猪吃了才香呢。你看时间长，第一时间长，你这肥不行。是二面。它就是时间长，要不时间长也不行。这猪本身它长得就慢，你不服你不行，人家这猪你肥肉型猪就比瘦肉型的好吃。啊，亲家明白这个事儿，你把戴眼镜，他看出来了，他一点不瞎。啥瞅着？那腿好。这玩意儿啥呀？该扩大了，扩一下。必须扩一下。扩一下，扩大了不行，没法吃。那给你了，你吃不了肥肉。我吃这些，哦，完事儿了。给我啊！啊，你也上经理啊！啊！没事，我这就完事儿了。没事，我就回去了。少你吧，卖镜了也。干啥呀？啊，你干。来吧。后浪地里操去是吧？来呀！这回这场雨下起来了，后这场雨下来了，管事了，草了，那出天呢，没了，没了，今天这挺牛，小乳牛坐飞机呀，牛上天了，今天，你看这把肉都没劲了，那我杀这两个小破猪吧，人家杀。